我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导演，要不上眼药水吧？哎，要不我把他脸给埋起来，感觉是在哭就行了。导演，咱抓紧时间吧，一会儿要下雨了，声音可就没法录了。 要不把结尾都改了吧，我觉得这么一个镜头不哭也可以，别难为露露了。露露，你深呼吸，再找找感觉啊。我找不着。你再找找，啊。 清场，来清场，灯尾机位不动，用不着的东西装车。啊，副导，那个清场啊，什么话听不懂啊？赶紧！是谁？ 快进来！你湿了，淋雨了吗？我帮你擦干。我在门口等了你一夜。为什么等我？我捡到了这个，还给你。原来你一直……你在发抖，你冷吗？哎呀，热死我了，导演。 能把那灯关了吗？导演，你自己感受一下，这个人物，这个台词，是不是也有点太假了？你自己不投入，永远也没有真感觉。你那电扇不关，你这辈子都哭不出来。这不是电扇的问题。 这是剧本的问题，这不是电扇的问题，也不是剧本的问题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哪个演员不明白戏假情真这个道理啊？为什么你的搭档刘强人家就没有这个问题？你观察过他接电话没有？他有三个女朋友，他有真实爱情体验，所以说他当然就明白逢场作戏怎么演，骗人怎么演，绝情怎么演。我，你知不知道？ 刘强多少次偷偷跟我抱怨你这剧本不说人话，他早就想改你这剧本了。露露，演不出来咱就说演不出来的事儿，别拿剧本有毛病当借口。拜托，演戏讲的是真听真看真感觉，我找不到感觉。我现在没淋雨，我热的想跳河。我现在很烦那个刘强，而且我根本不会等什么人等一宿。你的剧本没一句是真东西，我靠什么找感觉？你淋过雨吧？ 游过泳吧，等过人吧，所以这些你都能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有这个叫什么情绪的记忆。关键现在你哭不出来，就是因为你没有这种爱情的体验。我会哭啊！前天晚上拍外景，我在宾馆里看《大话西游》，我哭得稀里哗啦的。为什么呀？人家剧本写得好，写得真，我有感觉。《大话西游》写得真，那里边没一个字是真的。我问你。 导演怎么知道一代孤一猴子像什么呢？啊，他都是假的，但是演员的表演是真的，演员用他真实的对爱情的体验在表演，所以才骗了你，骗了观众。对，可是我就是相信他故事，我信了。你再看看你的剧本里的故事，半点爱情的感觉都没有，让我找什么爱情体验啊？ 整天没感觉，没感觉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感觉吗？因为你就是个没谈过恋爱的处女，全剧组人都知道。
副导，下雨了不？要不进菜怎么情况了啦？你有病啊！清场清场，什么是清场？你不明白啊？那个导演一般是怎么喜欢演员的呢？我是为艺术献身的喽。导演单独喜欢演员，是不是潜规则了呢？剧组里别瞎逼逼，瞎逼逼遭雷劈。好，我没有体验，您有，来，您给我示范一个看看，您也别说您那什么方法派了，来。你故意的给我看看，不是，哎，走走，出去录了，我呀，明明，你进来，啊，你湿了，淋雨了吧？我帮你擦干，来，哎，你行了，怎么样？你也演不下去了吧？你也觉得假了吧？ 我认识明明的时候，才16岁。他就住在我家隔壁。每天傍晚，我都能够听到他练完舞蹈回家时候，舞蹈鞋鞋尖木块碰触的声音。我想对他好，可是我没钱对他好，所以。 我就每天在食堂门口等着他吃完饭，送他一块口香糖，顺便跟他搭2句话。明明总是吃完口香糖，就把糖纸叠成纸飞机，然后再还给我，这样我就能知道他吃我多少块口香糖了。 现在想想，一个用口香糖泡澡的姑娘，多单纯啊！我们约好一起去北京，完成自己的梦想。她想在大剧院跳舞，而我想拍电影。我们当时说的斩钉截铁，可高考之后。 谁也没能走出那个小地方。之后，明明有机会跟着剧团去北京演出。他跟我说，他在北京等着我。我想他，我时常想去看看他，可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回避我。直到。 我听剧团的人说，明明不再跳舞了，我才买了张打折机票，飞到了北京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到他家门口，下雨。 我就坐在房檐下，睡了醒，醒了睡，直到凌晨5点，我听到了女士皮鞋的声音，咔嗒，咔嗒。他问我：“你来了，怎么不告诉我呀？”我站起来看着他。 开了房门，拉亮了桌子上唯一的台灯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
它没有变。桌子上堆满了五颜六色的纸飞机，它慢慢的把我头发上的水擦掉，摸着我的眉毛。他以前总喜欢摸我的眉毛，我紧紧地抱住他，然后我们之后，我就拿出了这个项链，对，就是这条项链，你戴的这条，这是我特意为他定制的一个有纸飞机的项链，只有这一条。我和他说，这个世界上唯一一条这样的项链，送给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你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我尽我最大努力养你。明明看着项链，他笑了。他跟我说，你养我，你睡我都睡不起，这条项链值300，你还差我500。我这时候才知道，漂洋过海找女朋友，结果被一个陪酒女郎给睡了。角色调过来，我来示范。来，明明，你进来。你湿了，淋雨了吗？我帮你擦干。我在门口等了你一夜。为什么等呢？我捡到了这个，还给你。原来你一直……你在发抖？你冷吗？对不起，是我不该那么说你的剧本。我不知道你原来……是我不该这么说你。我当初定你当主角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你和我记忆当中的明明一样单纯。
哈！屌，系劲！而家啲演员都系咁为咗艺术嘅咩？带上吧。难道你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吗？我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，这话本身就矛盾啊。如果是真的，就证明我说了句真话，可它意思就假了。如果要是说是假的，就证明我说过真话，不全假。那你说，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骗子，疯子。对，就是这种情绪，保持住啊！各部门注意，演员情绪到位了，不许一条过啊！还在。各部门准备啊！来，稍等啊，对个调。好了吗？马上。好 ，OK。好，来，全场静音，来，开机。来，先开机。给板啊！哎哎。三四套，十八进，二十七升。开始。我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究竟是不是真的？